小人爬墙进去，在四下草堆上点了10来个火把，看那林冲能上哪儿去？这火已经烧了8分了。哎，假若林冲逃了性命，烧了大军的草料场，也是个死罪。嗯，我们回城去吧。哎，不妨再看一看，石上林冲的骨头回京，到府内见太尉和衙内，也说我们会干事儿啊。 Hey!
你杀不了我！ 快点，再不走把你吊起来！哎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啊你？再不走，我让人把你吊起来！快走！ 走，都走了，老子快活持久。
你这厮还自豪考，给我打他！等大官人醒了，先问清楚他是什么人。要是恶人，哼，就送官府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来吧，来呀！ 这里呢？一言难尽，还不赶紧松绑！是是。你好大胆，在沧州犯下滔天大罪，到处在缉拿你，现在到了这里，如今官府出3000贯赏钱捉拿你，哈哈，我要领着赏钱。 黑店，不让人喝酒，真的要拿我？哼，我拿你又如何？给我上！豹子头！ 兄弟，如何知道我的名号？啊，哥哥臂上诗里面写下了名字，脸上纹着金印，身手这般了得，想来必是京城80万禁军教头林冲。惭愧，敢问兄台如何称呼？实不相瞒。 小人姓朱名贵，本为山寨王头领手下之人，人送外号“旱地忽略”。啊，失敬失敬。身穿道衫，两枪相交，身上白点多的，就得输。就照大刀文达、文都监的意思去犯。遵命。驾！驾！ 你看看你的身上啊！你恰似打翻了豆腐，斑斑点点，约有3-5十处啊！<笑>你的前官参你做了军中副牌，量你这般武艺，你怎么带兵去讨伐？怎么做军中副牌啊？杨志，你替此人职务。大人，在下不服，容我与这贼人再来比过。 周瑾枪法生疏，弓马娴熟，若贬了他的职务，恐怕涣散了军心。再让周瑾和杨志比试弓箭如何？好，令周瑾与杨志比试弓箭，你二人胜出者，我有重赏。命你二人共射一块马，每人3支箭，以射中靶心多者为赢。
给最好的教训吧。这杨志可真不简单呐！查看剑靶，杨志上。军政司，准备文案，让杨志替换周瑾的位置。多谢恩相厚爱，请问。请问这位好汉是哪里人？此人乃大名府留守寺正派军，名唤索超。因他性急，粗言入伙，为国打仗，只要争气，当先厮杀，因此人称急先锋。周瑾病患还没有好，精神不在，所以误输给他杨志。小将不才，愿和他比试武艺。若杨志恕我半点便宜，也不用接替周瑾，就让他替了小将执意，虽死而无怨。大人，那杨志既是殿司制使，必然好武艺，周瑾不是对手，正好与索正牌比试武艺，一见优劣。我指望一力要抬举杨志，收买他去押运生辰纲，怕众将不服气，等他赢了索超，他们也就死而无怨，没话说。杨志，你愿意与索超比试武艺吗？恩相有命，安敢有违？既然如此，去应用兵器与他。你们二位要小心在意啊！奉相公之意，二位将领必得勇于相斗，若赢了必有重赏，输了必有责罚。论他二人武艺，皆可重用啊！好，就叫军政司提升二位为提督使。今天我就参了你们二位，谢恩相，谢大人。来的时候，记得那庙门是关上的。如何现在庙门开了？那庙有没有庙祝？殿门不关，莫非里面有歹人？慌什么？灵官显灵，有鬼了！就算是鬼，遇鬼捉的鬼，怕什么？
官县令，分明像个贼。莫非是那道人乔装打扮，逃匿在此？先扎着刺。专捉强盗的士兵都按不住。小子，不把我都打走，别说二十个，二百个你不是对手。公孙胜，爹吧，是什么公孙胜啊？不是公孙胜，还则罢了。既不是公孙胜，那就一定是梁山下来的贼人。不是公孙胜就是贼人呐。全班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人人不人，鬼鬼不鬼的，找我作甚？我如若是你，我就把银子还给我阿舅，我就看在我阿舅和孙亚慈的面子上，就饶你一命。是你阿舅送我的，干你什么事？我若不看在你阿舅的面子上，早就结果了你这次，还敢跟我要银子？谁滚差？就是你诓我阿舅的银子，你到底还不还？谁诓？不还，就是不还。结巴，你还逞能，那可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呀，这样！啊！还不还我银子？二位好汉，且慢动手。二位好汉，二位好汉，不要再打了啊！全姐歇一歇，我已看了多时了，我有话要说。秀才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开。吴教授，你不知道，这次夜里赤条条的睡在灵官庙里，被我给拿了，带到朝保证的庄上。原来他是保证的外甥，我看在他娘舅的面子上，把他给放了。朝天王请我们吃了酒，还送些礼银给我。这次就跑到这里来向我要，你说他是不是大胆？哦，好汉，你的娘舅呢？和我是至交，也和这都头交好。你说他送这些人情给这都头，你却找来要，那不是驳了你娘舅的面子吗？秀才，不是那回事，我阿舅不心甘情愿把银子给他，是他骗的。除非是保证自己来取，可就是不给你。你好汉，爹吧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是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不是你的银子，就是不给。不给，不给我就抢。哎呀，你们要打到几时才能了啊？好汉，我刚才看见了，你已经占了上风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的。你给我起来！
舅舅，畜生，还不住手！雷都头，多多包涵。报，保证。那道士，我又给他三斗米，还是不肯走，自称是一清道人，不为钱米而来，只求见保证一面。哦，他还说什么？报，不好了，保证，那个道士发怒了，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。嗯。你个臭道士，送了钱粮给你，还要闹事！贫道公孙胜见过朝天王，久闻不如一见，果然好身手。朝天王，贫道有一富贵之事与朝天王商量。请问好汉大名？我要取你的命！俺活阎罗阮小七，阮小二，道长有礼有礼，久仰久仰。若得此三人，必成大事。石碣村离这里不到百十里路程，我去请他们来商议。好汉，那钱袋是我丢的，我找了半天了，急死我了。来，收好了，以后自己小心点。谢谢，谢谢。林教头，哎，稍等，稍等啊！你们几个泼皮，给我听好了！若是今后再被我发现你们敢偷取他人的钱财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滚！教头，我还以为你在生事呢。哎，我怎么会生事呢？我在打那些生事呢。好，来，这边来啊。也算使得不错了，只是犹如这身上的花绣，好看却不当用啊。
赢不得真好汉啊。嗨，你是什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哼，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傅，我不信倒不如你。你敢和我一搏吗？哎，不得无礼，这是在咱家借宿的客人。哼，这厮笑话我的棒法。莫非客人会使枪棒？略晓得一些招式。嗯，哎，敢问太公，这后生是宅上的人？啊、哦，是老汉的儿子。啊、哦，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在下又蒙太公收留。他要是爱学枪棒，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？哦，那好啊，来拜师傅。阿爹，不要听这厮胡说。若是他赢了我这条棒子，我便拜他为师。那恕我无礼了。嗯，多谢了。自此以后，史太公便留王教头母子二人住在庄上。师父，官人，官人不好了！快过来！跑什么呀？我回去带你做大的。跑啊，跑啊！快点过来！衙内呀，你干嘛呀？你什么人啊？干你什么事啊？林教头，这是他家娘子，使不得衙内。衙内，打我？我是谁呀？我啊，我是高太尉的儿子，嫌官小我不做，马受我不起。我打死人不偿命，兵马司是我家开的，啊？谁厉害我欺负谁，谁有钱我讹诈谁。谁漂亮我娶谁。衙内，大哥，衙内，打我，打我呀！大哥，大哥，他是高衙内，咱们惹不起呀。打我呀！走吧，走吧！我打死人，就像宰死一只蚂蚁。走吧，来呀！你倒是打我呀！别拉我！走了。林冲，你会些拳脚怎么了？啊！你就是我爹身边的一条狗，受不起。
条狗。兵马司是我家开的，我是高太尉的儿子，谁厉害我欺负谁，谁有钱我讹诈谁。你毁些拳脚怎么了？打我，打我。门缝里看得清楚，还问俺？哼，是俺。要是别人，俺就放你进来，就是不让你这个破了戒规的贼厮进来。哼，再不开门，洒家便把这庙门给拆了。开门。你是佛家弟子，怎敢喝得烂醉上身？你眼睛也不瞎，没看见寺院写的清规吗？但凡和尚吃醉酒，打四十竹棍；门子众人吃醉僧人上身，也打十下。你赶紧下山！打扰先生。我打。你们两个刁和尚，洒家刚才不慎摔倒，尔等为何不上来扶洒家？闪退后，给洒家挠痒痒。还嘴里气里咕噜的，说什么？师兄，我们在念佛。对对，念的什么佛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洒家今日便造化了你们俩，手下留情，师兄。这两个刁大汉叫什么名字？为何跟着俺，张大了嘴巴却不说话？那两个是金刚天王泥塑，叫二将。这横将军专管吃酒的和尚，要是和尚吃酒，他就很横。那个哈哈笑着说：“和尚吃酒是冤家，不能修炼成佛。”好一个横横，一个哈哈。洒家听了，这气儿不打一处来。本以为你两个刁大汉天王，整日里装聋作哑，不管这天下不平之事，怎么？洒家今日吃了几碗酒，打死你们俩！洒家让你哼哼！是师兄。对过，师不得，师不得，师不得呀！师兄，万万师不得呀！人世间供奉你，可你却是个空心泥胎，没心没肺。哼，洒家有心肠，打抱不平，却落得在此地削发吃素，连名字都改了。哼，洒家今天让你装聋作哑。师兄，对过。Ha ha ha!
就心中郁闷，砸碎两个破泥胎，尔等便忘了往日的修行和满嘴的阿弥陀佛，打活人的骨肉，一群蠢呆子，洒家今天给你们洗洗脑子。哎呀，洒家今天打还你们。哪里走？你们以为你们打了塔家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？啊，来与塔家打啊！哎，回来，站住！哎呀，滚！滚了！猛个绊马索害洒家，风和尚摔倒了，抓住他！认得我吗？是长老。这酒是否醒了？打了一通，出了身汗，这酒醒了七八分了。长老，俺就吃了点酒，可他们却仗着人多打洒家。把他搀回去歇着，明天再说。搀回去。您的禅杖和戒刀已经打好了。好，拿给洒家看看。好嘞，去把师傅的禅杖抬出来。看看刀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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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
只是我今天再教你一套掌法，你先看看。长老是个好生了得的高人呐，刷一拜。哎，只是请起，起来，啊，我有话对你说，随我来。哎，哎呀，这伙人不三不四，又不肯进前来。莫非是想要戏弄洒家？哼！俺先往前去，让这几个小厮看看洒家的手脚。嗯，来，都起来吧。呵呵。嗯。来人帮忙啊！走。哈哈，走！哎，你们这几个泼皮敢陷害洒家啊！哈哈，你们吃屎去吧！啊！哎，站住！你们跑一个，洒家扔一个。跑两个，洒家扔一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哈哈，嘿嘿嘿！哎，这粪坑有多深呐？师傅，这粪坑没你的深呐！哈哈，滋味如何？我们浑身沾满了臭屎，头发上爬满了蛆虫。师傅，饶了我们吧，师傅！你们这几个破皮，快去把这几条蛆虫捞准！洒家暂且饶他不死。哈哈。快去！慢着！这点小事儿，还用得着这等麻烦？把梯子搬走，搬走，搬走，搬走！梯子搬走！下来！快快快，搬走，搬走！这点小事，师傅看我的，我盘腿我就爬上去了。你快点，快点，看，哎呀，慢点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师傅，别拉我啊，师傅，哎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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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别上着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住！哈哈，哎呀，哎呦，哈哈。师傅真乃神人呐，要是没有千万斤的气力，怎抬得起这杨柳树啊？你们几个把这棵树给俺种好喽，千万不可让它死了。都种好了，种好了，您放心，种好了。师傅，哎。扶好了，是，可别让它掉下来。你们俩听好了，是，去找棵不少人的树，把这鸟窝放上去，千万不可让这几个鸟崽子死了。好，您放心，师傅。是，你们要是敢把这几个鸟蛋吃了，那洒家便把你们的蛋黄取出来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听起来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好，明天一早。你们就来给洒家收拾菜园子啊！想看洒家练武耍弄器械，那你们可得准备好把脚站稳喽，不然小心把你们的苦胆给吓破了。好，是是是的。
手，好厉害！这位师傅好身手，使得一手好器械。师傅，我们这些泼皮喝彩不算，这位教师喝彩，那定然是好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是是。他是谁？他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名唤豹子头林冲。哎，林冲啊，他就是林教头。这位师父身手非凡，使得好器械。这位英雄何不进来与洒家切磋切磋？你手无寸铁，还带着枷锁，你如何拦得住洒家？两手空空，有什么不好？那你就怨不得洒家了。看残障！好神力，好巧力！哈哈，你没了退路，还不出墙去？出了此墙又如何？一墙还有一墙高。哈哈，刚才就差一步你就出墙了，还差一寸就毁了你菜园子的墙。哈哈，走。师傅，再使些力气。出汗桥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哈哈哈哈，打得好，哈哈，痛快啊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哎，好久没有这么淋漓尽致的打一场。是啊，又出了汗，也出了血，更吐出了洒家心中郁闷的那口恶气啊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把酒满上，今日你我兄弟，不醉不归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哎。拿来，师傅，来，干，干，哈哈，好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天道不公啊！如此这般一个光明磊落的真英雄，却被如今当道的奸臣陷害成如此这般模样。哎，你看他们做什么呢？说，咱们今日此时此地就结拜。此时此地，当然。正好有泼皮为证，今日有得哥哥不嫌弃，能够与俺结为兄弟，真是痛快啊！准备先，不用了，林冲还要赶路，咱们就插草为相，在此结为同生共死的兄弟。哈哈哈！好，一个囚犯，一个和尚，正好相配啊！哎